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。汉字作为一种书写工具，不仅仅具有交流信息的功能，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。汉字的形态与内涵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智慧和历史文化传承的丰富内涵。汉字的形态设计蕴含着奥妙无穷的哲学思想，如一字代表的是整体、统一、一致的意义，寓意着中国人对于统一、和谐、协调的追求，而山字代表的是高大、稳定、挺拔，寓意着中国人民坚毅不屈的精神和追求卓越的态度。汉字的意义和象形性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，如人字象形代表的是人的形象，寓意着中国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，而礼字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之道，强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汉字的演变和变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发展，汉字自诞生以来就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变革，从甲骨文、金文、隶书到楷书，汉字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形态，反映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变迁。总之，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凝聚着中国文化的精华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智慧和追求，更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。